哼，好吧，然后在调东西。哎呦，有，在调东西。西敏，好久不见，雨电安安，无言安，结缘安。先播歌，我们聊一下天。哦，音乐，小伟安安。嘟嘟啊！这首也好久没播了，不是亚洲四啦，怎么没说亚洲四啦？啊呀喂呀！我可以参加吗？参加什么？聊天好像不适合这个 BGM 的，我换一个，我换一个，我换一个啊！这个，啊，这个会不会有版权呢？骷髅岩安安，PEIY 安安，青蛙安安。昨天忘记关网页，那你的分页很棒诶，因为有些分页它是人家开台根本不会跳动，那个不会有声音诶。属性，换个背景哈，我来个好看一点的，那这个比较适合我。哦，我的眼睛好像要重新设定了诶。好容易翻白眼哦！哎，番茄，哎，番茄，安妮呢？安妮呢？仿佛感觉到他在敲我肩膀。好啦，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打肉肉赚钱。没有，我今天私下。萨尔达也没玩什么啦，等晚点乖吼。李光大小，哇，太生气了吧！天哪！想当个小仙女安安，奇怪，我发现这个角度就会眨眼了。哎，左眼眨眼好像很正常。噔噔噔噔噔。哎，不能，晚点再弄眼睛好了，那眼睛弄不好。哎，对，我们又回到了
啊，萨尔达世界。其实，对，一直扎左眼诶，是侦测不到吗？还是我要把眼镜拿下来？等一下哦，这样子嘞。我重新再读取一下哈，等我一下。咻。咻。啊，我知道原因了啦，因为我本身眼睛就掉掉的，所以会有死鱼，很正常啊。哎、欸，打架，打架吧，来吧，拿命来吧，冲冲冲冲！好诶、欸，单手武器，啊，也、欸、不是，他矿物刷新，不是一起刷新诶、欸。我今天去双子山挖矿，有的有刷新，有的没刷新诶、欸。我怎么回事？那个好像随机的，我爬文他是说两小时啊，他说都是两小时，哎，可恶！哎呦，我又不想，前面还不想用 bug 嘛，前面先好好享受，不然你用 bug 你就不知道人家，哎，人家一开始前期怎么玩。我记得有个矿石有个地方卖很多钱，你想知道吗？你说那些车站是不是？不是，先别聊矿石，我现在就是没有敲到矿石啊。恶魔风车，你是说驿站吗？我记得火山那。我还没到啊、嗯，谢谢，谢谢你哦，我还没到，没事没事没事，到了再说。你知道太多啦啊，你死了啊！变成我卖钱的形状啊！我火山图还没开啊。今天就是。我想说，还不想要走剧情，
所以都在原野上打肉，打肉肉。啊，当然不是这样打的啦。我说，哎、欸，不见了。你可以先存起来。所以我现在在打肉啊。哎、欸，被发现了。可恶，最讨厌敏锐的草食动物了。你今天也换一整天神殿啊？你不是大师模式吗？你不是太帅模式吗？梅花鹿，你屁屁好翘，来，哎、欸，乖，伊恩安安，剧情超短，先到处晃拿资源比较重要。没事啦，我就是想要慢慢玩啊，不然一个礼拜内就玩完，应该是不可能啊。这游戏的价值不想因为什么速通啊，我有遇到他速通还怎样的缩短游戏寿命，我不想要啊。我是一个不喜欢缩短游戏寿命的人，但是看情况啦，有时候就是如果真的是。比如说像哪款游戏啊？啊，魔物好了，魔物就真的只是你要做这件装备啊。应该不，这样讲好了。就像大回复药，我舍不得喝，然后都是等到大回复药已经9999之类的，我才开始舍得喝大回复药。然后你看人家狩猎五分钟内就打完的东西，啊我不喝水，打个8分钟9分钟，多别人3分钟，人家说啊你好烂，没有啊，你看我还可以多玩3分钟哎，这样讲这样想是不是又开心了一点？啊你们说可以再玩二周目啊，啊二周目是二周目的事情啊，一周目也可以有一周目的玩法，哎、靠腰。靠近我，宝贝儿！我要回去拿小小精灵了，哎，好痛哦！这一定是我今天在大草原上面一直厮杀的惩罚吗？这款游戏可以玩到网购直接上市前一天，你要确定哦。呼吁安安，我也希望可以玩到王国之类前一天啊，现在才4月4号哎。你可以把相簿图鉴拍出来。对，我都没有拍照哎。然后嘞，用追踪追那些鹿吗？把那些鹿都追出来。我昨天最后打人马那一段，我自己重看记录。我自己本身都没有呼吸了，你知道吗？靠腰，我杀到萤火虫了，对不起，而且我又骂脏话。
哦，然后稍早，哇，台主好正，阿斌，稍早有更新新东西，那个小熊有帮我新增东西。我先展示一个好了。等一下，我觉得怎么感觉歪歪的啊？我坐直的、欸，嗯，我觉得我坐直的看起来好歪哦、喔。啊，就比如现在展示哦、喔，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晚点要把眼睛重调吗？就是因为那个小熊他帮我新增了几样东西。其中一样是，比如说，我现在站立咯，嗯，然后我回来了，就是，好，啊，我站立咯，哎，我醒了。救命！哎、欸，啊，你怎么在？你怎么在？蓝蓝安安，你有空都会偷挂，少来，少来！我有空都会偷看一下我的 VIP 有谁在。靠！你敢撞我？人马都不敢撞我了，你完蛋了你！还以为你是路跑得快哈。完蛋了，就是你了！不要跑啊！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啊！他跑掉了！你 VP 出的时候我都有看，啊 VP 结束之后嘞，哦 YT 哦，那我就看不到了，可恶！被他跑掉了，不爽不爽。然后之前不是有说我这个眼睛其实都是自己手动按出来的吗？就比如说让自己手动按吗？对不对？然后可以依色瞳这样子，对吧？然后熊熊帮我新增了这个，哎，你们看得到吗？好像太小了。来，我们异色瞳，对不对？这个异色瞳，然后熊熊帮我新增的这个东西，很酷哦，超酷的哦。超酷的耶。首先我要想一下我耳朵怎么关掉。耳朵拉长，耳朵提高警觉。你你你你你你你，他超神的，他超强的，因为他在想说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弄在这个皮上，然后我就当白老鼠给他玩，白兔子啊，白兔子让他试，那试的怎样，他就是。就会做成作品集。对，其实还有个功能，那功能我想等安妮出现再来弄。对，最后一个很酷的功能。那现在它有新增，就是刚刚不是说睡着吗 ？Loading 这个，就是如果我离开位置啊，或是没有侦测到啊，会变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我的眼睛。有 LED 了，嗯，太棒了呢！好，耳朵长回来了。其实当时找到他帮我做这个，我蛮幸运的啦，因为他刚好是想要做皮，然后我刚好我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人。哎、欸，那个是 ，logo 是什么？啊，呀哈哈，是你！
要走，要走，要走。呀哈哈！熊越来越强，他超强，他超棒的，夸他，快夸他，他是最棒的吗？我想安妮可能就是他的皮新皮出来之后，导致就是突然到那个什么就倒弹有没有？前阵子那个没开台太久，然后导致就是整个爆发出来。虽然那阵子看台看得很开心，但是怕开太久太累。有没有发现我的脸上的八字胡不见了？对吧？因为你们姐姐说，为什么你都用八字胡啊？我说，因为它跟口罩的效果差不多啊，它可以把脸遮很多。然后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一定是那只，就是脸可以遮很多，怪怪的，怪怪的。其实就是脸挡到很多地方，然后只剩下眼睛嘛。啊，我这个人又是觉得眼睛是最好看的地方，所以就东遮西遮遮一遮，然后就留眼睛。然后讲一下啊，可是我喜欢没有胡子的，然后我马上把胡子丢掉了，马上刮胡子啊。你还跑，你还跑，你还跑啊！我拦截你。今天没胡子难得，没办法。有人喜欢没胡子的就用没胡子的啊，奇怪，为什么感觉左眼一直眨？我把眼镜脱掉了哦，不是现在，不要换，换没有用，不要给我换。你要发了，发什么？不是啊，是我的聊天室在左边，还是我以后把聊天室放在，因为我是放在副荧幕啊。你看，我们往这边看，我往这边看就是我在看聊天室。可恶，好像动到了什么？哎、欸，好像好了、欸。我把视讯稍微敲一下。你等等打 boss 再换，我先把它关掉哈，我先把那个功能关掉，不然就是兑换要3万块啊。来看你要比狠是不是利恩，看是你多还是我厉害啊？啊，利恩死了吧，利恩。哈你哈！好，哎呦，白痴哦！在打人马了吗？还没，准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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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不是打到最后没有武器吗？后来想想，对啊，我还有箭矢哎，应该射得死啊！哎，好可惜，后面打到后面节奏乱掉就。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好，我们前往找人马。啊，人马要绕这边走哎、欸。等一下、喔，贴这边。还是因为我的视讯在左边呢、啊。等一下，那我重新调一下，我看一下，我测试看看，我测试看看。因为我的视讯一直都是偏荧幕的左上角，那我这次把它摆到中间，还是一样啊。校正。一样呢，不调了，不调了，不调了。我是用连发手把吗？不是哎、欸，我是用 Pro 手把。我是用 Pro 手把。连发手把玩这个，我会觉得有点反馈不太好，反馈有点很奇怪奇怪的感觉。啊，等一下会打蜥蜴人。等一下会有一群蜥蜴人，我盾牌好像没了欸，剩三个，剩三个盾牌啊！啊，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我眼睛没有睁开，因为眼睛只要稍微小一点，就会不见了，就会闭起来了，不是不见。我现在眼睛是用力的睁开。不用力啊，没有张大，就是比较狰狞。你擦牙签，我那下次我知道了，好不好？你叫我做什么啊？你自己看着办啊。我家可能没牙签啊，铁叉应该还是有了，还是能改成自动扎眼睛的。没有欸，我不想用自动扎眼睛的欸，因为自动扎眼睛好不自然哦、喔。欸，不对、欸，不是，因为有时候想要单扎眼睛的时候，自动扎眼睛就没有用。那只好放大了 V， 对啊，所以我现在眼睛是睁很大、啊。咦？嗯？不不不不，
哇！你射三小。来，下去吧。等一下要踢回来了。哎，我跟你讲，我刚刚想说他敢踢回来的话，我已经都算好了。啊，我没做加攻击那些的料理啊，靠U，靠U。嗯，好，不够。啊，要想一下怎么打了，因为今天要跑去玩东森，有些按键又忘了。啊，他不会。啊！他会避开耶，他不是傻子耶。来啊！爆了！爆了！爆了！又要吃了，又要吃了，啵啵啵嘣！哎，存档存档，猜我们几次会过？哎，开好了。哦，好紧张！一次，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啦。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啦。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那个各位，来哦，我来展示我们新的东西了。就是刚刚啊，不是有这个吗？等一下我皮重新用一下。我们刚刚不是展示过？等一下人嘛，不要问他，我好怕。好好，再等一下啊，我们先打人嘛，打完再看怎样。来。行きましょう。欸，存过了吗？这个是挡，这个是盾反，这个是向后跳，向左跳。欸欸欸欸欸欸欸！他快发现我了。然后咧，我看一下哦、喔。
然后应该可以了，来吧 ，Summer， 画画。哭啊！我是要把那笔关掉，可恶！等一下哦，好像我不需要用弓箭的，等一下哦。哎，先热身，先来热身一下，白痴。等一下啦，我的武器咧？哎，完了，我觉得肉身不够。可以换这个吗？可以来得及吗？我可以现在换重武器吗？哎，可以耶。转头 L 二，白痴！等一下，怎么那么暗？哎，算了。定心大剑，哎、欸，对呢，我拿到这一把、欸，哎呀，我只能吃生肉了呢，可恶，吃苹果，林克辛苦了。我白吃了。哎，好了，大概应该可以了吧？那我们试试看。同事，不是啊，太多键要按了啦，好麻烦啊。OK， 很快坏掉了。来吧，来吧，老师，我们再试一次。你不能这样子呢！我为什么会想按 Y 躲避呀、啊？白痴！嗯。哎、欸。换重武器、啊、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我还是想到我昨天竟然拿扇子。哎哎哎！什么东西？我被树打吗？我刚好砍到一棵树，哎呦！我要捡什么？捡树枝，白痴！哎呦！等一下，老师，我没看清楚。老师，这样不好看，老师。老师，你刚刚怎么可以躲在树后面？我砍树啊，他砍我吗？老师，感谢小雪镇定给 KK 四五六九一。哎，我最近也开始练习盾反战斗了。哎，盾反其实很好玩，因为他们那一直跟我讲说不要。昨天有一个一直叫我不要。不要用盾反，那结果害我跟白痴一样。你看，现在跟白痴一样啊。哎，我的盾嘞，我的盾爆了。我又没拿盾了，繁星，你在干嘛？下老师不是这样，老师等一下，老师等一下，我怎么比昨天还烂呢？就是觉得自己会过。欸，他帮我砍欸。老师我不行了，老师我没精灵了，老师我死掉了，老师。我觉得今天好烂欸，是不是手还没热？不对啊，
还是因为盾牌不够多？那个粉红色繁星，粉红色哦，这是安妮啊，来帮我加油打气。他在帮我加油加油。我类比要先关掉吗？感谢镜子的揪团，哎，怎么是揪来这边？我是很好奇，我不是我，怎么我是这个天选的啊主播？哎，白痴哦！可以不要这样搞我吗？好，汇报，爆，然后换这个爆，我还可以再闪。哎，怎么揪过来了？哎呀，看我死的！哎，感谢杰克揪团。我是不该秒，等一下哦。好了，应该好一点了。没。不好意思，现在没有什么公开聊天室，抱歉，我打死之后再打招呼啊。哎，聊天室的乖哈。好了，可以看了。但血要吃满呢，他屁一下是4.4又三分之四分之三的血。看一下哦，绵云云安安，拉凡安安，苦甜甜安安，黑喵安安。咳咳，哎，我以为我都拿到大把东，哎、欸、靠，怎么在这里？这已经快爆了，又打到存档，阻挡，摇落凡安安，乌鸦安安。啊，还是不习惯换盾呢。不是换盾啦，换武器啦，哎呀，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
哎、欸，不行，他僵直，我读取，你、欸、再试试看好了。不要撞我、他刚跳骑乘，他怎么捡到东西？哎、欸，我，哎，不行，要吃满，不吃满会死。哦，捡到树枝了，白痴哦！差点就上他了，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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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都看不见，代价超大的哎、欸！啊，怎么变武器？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啊？32这把，哎、欸，差点轻松过的哎、欸。我踩你就打完了，不是安妮，我捡到树枝，哎呦！哎、欸，前面节奏打得很好，就捡到那个树枝，哎，捡到树枝之后，整个就不行了。妈的，有蛋雕。哎、欸，既然安妮来了，来来来来来，我要展现一下真正的技术了。没有啦，等一下哦、喔，对不起。看一下。我现在手在抖，等一下哦、喔。哎、欸，不枉费，我今天去。去拿一些攻击高一点的东西了，哎，真不枉费啊！
那个什么大剑的是跑去开那个吗？那个神庙箱子里面拿到的。哎，其实有点舍不得哎，可是为了打掉他。哦，对，来喽，各位，既然安妮出现了，来给大家看新的东西啊来哦，我们要来看我们新哎，短短三天我们又有更新的东西哎，安妮，你刚刚没看到的东西给你看，这个看好我的眼睛哦，除了你还有这个哦啊，对不起，这个奇怪，怎么眼睛都掉掉的啊？那侦测怪怪的，对，变彩色的了。然后，哎，然后还有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我离开位置之后啊，我离开位置之后，或是我的视讯没有侦测到的话，我先把眼睛闭起来，不然眼睛张开会很好笑。我闭眼喽。然后这样子，然后安妮说：“星星星星，繁星星星，繁星星星。”嗯，然后就说：“啊啊，我醒了，我醒了，我醒了啊！谢谢安妮叫我啊，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最最最最重要最后一个新增的东西是那个啊，我们跟姐姐。哒啦，对，我也可以锁定它了。不过这是闪光的配色啊，比较可爱，别担心啊，救星来了。然后它还可以换哦，就是然后还可以。就是上面的 logo 上面的那些字不见，这样子。然后想当然的也是可以这样子啦。哎，这就是，因为它就是我在那个 2.0 衣服出来之后，然后他就说。有什么要改的，或是要新增，或是有什么建议的吗？我说我以为我那时候他本来眼睛有也是要一开始眼睛也要用彩色的给我，但是就是他说用上去颜色会灰灰的，所以他就没用了。然后之后就是改成这个，我说这还是可以的，对。然后新增的这个。那再来是那时候有提到就是护目镜的东西，因为我原本的皮那时候在草稿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护目镜戴在那个十字发夹上面，原本有一个是那个防风镜啊，是挡在上面的，但是碍于就是我会这样转头，对不对？这样转过来，那个它的如果没弄好的话，那个护目镜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图片而已，它很难判定到，所以后面就是说，可不可以跟安妮一样有个酷酷的眼镜，这样就好了。对，他就这次新增给我。对，我觉得最酷的还是这个啦。啊，繁星，你怎么睡着了？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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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最酷的还是这个，这个我就是说我要等安妮出现一次介绍。对，这个酷酷的眼镜，护目镜也是动了。对，重点是它是会动的，很棒耶！你看，我们又可以更像贴贴了啊！都学你，你看那个发夹，你看这个眼镜。你看这个 2.0 哎，
都是受安妮的影响。你知道我喜欢新皮啊，谢谢你喜欢小熊，看到一定很开心。其实当时真的，当时诺英有问我怎么不找黑糖，我就说其实黑糖也很棒，但是就是还要建模啊，建模的话我自己又不会，可能要另外再找人，觉得怕麻烦。那小熊是刚刚好他有在要学，然后画的图我又很喜欢，还会找小熊。眼镜借我偷啊？这可以载吗？这个是直接贴在里面的，有办法载是不是？嗯？还是我叫他去放一个在工作坊上面呢、啊？哦，我看到了，我的眼镜是在鼻子上，而且你看我的眼镜上有分型，可是如果你窄的话，你的眼镜也会有分型哦，啊你会有繁星哦，哎敲敲敲敲扣扣扣阿秋，对，真的他创意很多欸，我其实也没有给什么，真的都丢给他，然后相信他，都可以贴贴了哦，好想要哦，我要狂拍歪头的给他，我要狂拍歪头的给安妮。对啊，为什么翻白眼？我明明没有翻白眼啊，干什么？为什么会翻白眼啊？啊，笑死！啊，我们回来。哎，等下一个雪月啊，红月再来敲他。小周安安，为什么你不叫小周啊？好了，我们的障碍解除。那个是巨人，对不对？现在我打得赢他吗？这个人，这个新手，怎么是想打、啊？我、哦、没办法改哦。你可以底线小周底线啊，或小周底线底线啊，或是月灵的好朋友小周，可以试试，真的假的？那边会太小吗？然后存档喽。人马巨人，我觉得来喏，安妮，我要来讨伐巨人了。哎，那个矿在发光哎，是不是说可以拍矿？我看新手介绍。我新手赚钱攻略，稀有矿床，黑色，储存，没有很快是不是？那我在这边存档好了。存档键。
他不会拿树枝啊！哎呀，真的哦。哦，直劈好，等一下。Skate， 不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我们和平一下好不好？啊！我就，哎，这边嘛，这边好，这边好好说啊。哎，怎么是三发的？等一下啊！啊！浪费！哭啊！巨人也拍照，我知道那个还有一个地方有巨人，我有标记，等一下哦。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啦？你要干嘛啦？我有安妮了。笑你笑你。哎，真的好好打哦！天哪，女人之剑。哎、欸，好像哎、欸，这好像指甲、喔，我天哪、啊！有没有人可以制裁这个新手啊？人马刚就制裁过我了啊，还没还不够吗？被他虐了多久？还不够吗？女人之枪，刚刚拿了那根树枝，害我这么痛。它是一支箭矢三发，对对对，我知道，可是我舍不得用，我舍不得用。等一下，我妈妈不是我妈啦，那个小熊敲我，小熊敲我，离开镜头的动画需要调整的地方，我拍了新的说明。好，哎呦，那个睡觉的镜头，他有做个。调整的给我啊！我等一下私下我的眼镜也要调一下。想问你哦、喔，我还想说有没有办法把我的死鱼眼矫正好？我可能做的端正一点啊，视讯从下往上照应该就好了。小熊确实是你吗？对吧、啊？哦，呱呱呱。好诶、欸，安妮，我找到了。啊，敲矿，敲矿。这是什么拍照游戏？太棒了吧！欸，问一下哦，登录图鉴跟登录图鉴之后就可以把照片删掉，对不对？除非你想要搜寻那个东西，对吧？抱歉呢，可以调调看，会变成正确的动画。我现在调吗？现在可以调吗？会很麻，会很久吗？我还没看那个影片。哎、欸、，YT 的，我妈出现了。哎、欸，小熊，安妮说你好酷哦。她说你帮我做的眼镜好帅哦。为什么我新手时期的心魔都被你压着打？啊，
人马也压着我打。哎，等一下你说巨人吗？重点，哎，我是不是应该升血量？哎，我可以现在升一个血量。哎，我该升血量好还是升那个啊精力条啊？哦，请问这个钻石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就是钻石剑吗？幽默，少年你很幽默。我觉得血量会武器换掉的时候，希望王国之类的余料可以建造。余料是什么？加成。哦哦，就是好像我记得说什么偷袭加成，打掉的东西会有加什么能力那个吗？萱萱子安安，我看一下哦，还是我现在用，你们等我一下，我用一下皮，我先回家用好了。等一下突然红月啊，我死怎么死的？至少我是知道啊，我有直播记录的。看看哦，可能是因为视讯镜头比较不稳，我都直接接推荐我的 iOS， 哎，果然又是 iOS 嘛。可是 iOS 的话。哎，我家我的电脑没蓝牙，不会很久开一个关就正常了，看一看哦。回到预设，哎，这东西哦，哎，好像很快，等我一下哦，我马上，哦，速秀来啊，这个在哪里？看一下 ，BTS。回到预设吗？回到预设，回到预设，回到预设，回到预设。回到预设。好了，虽然我不知道改变了什么，哎妈，妈妈，这个请问这个是调了什么东西？没关系，你尽量叫错他的名字没关系，他会很开心。他都在欺负我，你知道吗？他叫我去死，整天叫我去死，你知道吗？这个人，我觉得他到底是我的观众还是敌方派来的观众？睡觉现在遮住镜头就可以了，你可以正常睡觉了。哦，妈妈说我可以睡觉了。哦，会动哎！哎，我会呼吸了啊！平时我不会呼吸，现在会了。刚刚不是睡着的时候没有上下起伏的动吗？现在有了。对。我睡觉会呼吸了，我会记得呼吸了。哦，哎，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在开地图的时候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画面，我今天在开地图的时候，我好像在这附近有不小心回忆到一个东西，哎，好像这里吧，就是我想说。这边东西想要捡一捡，结果刚好在这边就捡到那个攻击加50的剑，然后想说，因为我想要开塔嘛，然后找一下那个雅哈哈在哪里，都找不到，没有这个巨人森林怎么看都不像啊！啊，后来逼不得已去偷偷爬文，好，是在这里，可是我只知道森林在这里啊，详细在哪我不知道。然后这附近的船点有先去偷摸，还没过去而已。欸，我私下其实很努力了，可以睡觉台了。我不要，我私下的行为你们会知道，我不想让你们知道。哦，亚斯咪 ，good night， 血量我来了，对。我这个心好大颗哦！
哇，如果我刚刚多一颗爱心的话，我是不是就早过了、啊？可恶！好，来，我们继续卖肉肉。我们来卖肉喽！可恶，我真的要用安卓吗？不安卓、啊、，iOS 吗？没有，主要是我的他们是说手机要有蓝牙吗？我的主机没有蓝牙也可以用吗？iOS 可以吐舌头，不止你不是还帮我用古脸颊的吗？可恶，可恶！我其实想要私下找时间跟安妮通话，问他手机的 iOS 那个要怎么用，不用蓝牙 ，WiFi 有线就可以了。还是等一下你有空吗？我有 iOS 啦，我有苹果啦，我只是没有用而已啦，我没用，好不好？我没有用，对，我没用。我妈有空哦，哇，你要在实况上出声音哦，我想说，我找安妮，我有啦。还是你的意思是说，哈，原来你有用哦、喔。哎呀，教主你有用。有找到人就好，没有没有没有，他还没回我，大概话人不在。哎，可是我关台后大概十二点应该也睡着了啦。还是欸，这设定会很快吗？会很快的话，我们就来聊。不会的话，那我再问问看安妮。因为其实身边有几个我都知道他们用手机啦。因为那时候都问说，欸，要怎样要怎样？结果他说，可是手机在开台。我说哦，懂了懂了。欸，为什么我昨天红石没提醒我？我开台开那么久，那么辛苦，结果红石没吃到。欸，两根红石，欸，红辣欸。那你现在和小熊用吗？很快有 WiFi 连线就可以。啊，如果我现在手机，我现在手机是连 WiFi 没错啦。所以我手机连 WiFi 就可以直接弄好了吗？昨天有红石，有吧？我看是有啊。结果不是番茄，早上我传你去烧馒头的时候是刚好红石结束，电脑也有连着一个 WiFi 就可以马上。可是我的电脑好像是用线欸。你懂吗？我的网路线跟 WiFi 应该是同一个，应该你看我多不确定，所以我就是怕，哎，我不知道，我就很不懂电脑的东西啊，然后觉得每次都麻烦到安妮，我觉得，哎，该成长了吧？但是真的这个不是我拿手的领域，我就觉得很烦。哦，那我早上烧了，王八蛋。王八蛋，昨天没收到、哦。就是电脑上的 WiFi 也可以连同一个 WiFi， 网路线就可以继续使用。那你要不要通话？欸，我有没有你 DC 啊？其实我觉得你加我 DC 比较好欸，因为 FB 有时候我不会有通知到啦，你用 DC。找到我的几率比较大，以后提醒你。哎，算了，没以后了。
欸，我记得我加你 DC 吧？你们想听小熊的声音吗？很好听哦。手持。哎，小熊，你 DC 还是我是你我的 DC， 我的迪士尼。已复制啊！来了来了来了！哎，那你们等我一下啊！哎，那我要先把这软体关掉吗？哦，对不起，加了。你有在西瓜公会别抖出来。我现在玩旷野应该不用关掉。那我call过去咯。喂。喂，嘿，我有听到啊，有，然后嘞，我手机要怎么弄？你可以在直播上放出驾驶舱吗？驾驶舱？什么驾驶舱？什么驾驶舱？就是那个设定画面叫做驾驶舱啊。你可能要先把那个设定画面关掉，因为我怕他们会看到你的那个。对，我就知道，我要先关掉这个，然后我分享画面给你看，就是、对不对？也可以，它还蛮简单的，几个步骤而已。你要确定呢？很简单。我是一个，因为人家说显卡随便插一插、拔一拔就好了，我可以把它插到坏掉的人。真的假的？对啊，我现在就不敢插，所以我在等安妮来台湾来帮我插。原来吗？然后嘞，你先按设定画面出来一下，就是第一个齿轮、這個，嘿，设定。就是先回到第一个，然后往下切有一个连线设定 WiFi 嘛，这个在第一个对，然后你的手机有下载过？有啊，那个 BTS 我没有删啊，对吧、啊？有先打开手机端的 BTS， 就是两边都打开以后，嗯，然后看一下，就是手机也有设定嘛，然后也是按到第一个齿轮的画面，它往下滑一点点就是串流至电脑 WiFi 这样。嗯，有连接至电脑。嘿，然后就是可以，你可以先在电脑端按显示 IP 地址，然后看到自己的那个号码是多少这样，然后你在手机端，应该第一个就可以了，就是 IPv4 那个就可以了。嗯，然后、啊、手机的，你要打那个就是19开头那个，因为每个人都19开头，所以讲一下应该还好。第二个、哦，然后手机。对对对，然后手机就是你先按，就是先不要按打开连线至电脑，然后下面可以输入那个地址，就是 IP 位置跟那个准号这样，这是准吗？其实我不太会念那个字，就是这两个要输入好，就是电脑上面会先显示准号嘛，然后下面有那个 IP 位置，然后这两个都输入跟电脑一模一样的以后，再打开连线至电脑，然后电脑那边它会有绿色的灯，然后你就是两边都连上，它就会直接变成，就是直接转换成那个侦测。然后记得等一下要把相机。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等一下，我现在只到输入 IP。等一下是 IP 地址输入，你刚刚说192这个。对。那下面的那号，那个什么号嘞？那个你先把电脑那个这个按画面按确定。确定。嘿，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这个那个什么号，对，你的五个数字打进去就可以了。好了，然后咧按搜寻伺服器，然后按连线至电脑，连线至电脑，然后电脑的那个启动伺服器也要按，就是要把那个开关打开，就是现在这个画面有一个开关。哪一个启动伺服器在哪？在那个就是 WiFi 这个的上面。对，它现在就有连到，有没有？它会告诉你它已经。哦，你说这个单哦，它已经连线了，对对，它已经连线一个装置。然后你现在帮我按那个第二个设定图案，第二个那个相机。相机。嗯，然后你把那个
网络摄影机关掉，就是按关闭网络摄影机就可以了。Hey, 然后他就改成用 iOS， 你现在对，你可以鼓嘴了、哎啊，好可爱哦、喔！天啊，我就快去秀给他们看，超可爱的。哎，你们看，你们看，你们，哎呀，别！哎，你们看哦、喔，超可爱。那可以吐舌头，有吐了，然后可以歪嘴，你可以稍微就是左右。为什么有这个功能？我不知道，很可爱、欸，有没有很可爱？我完了，我以为要用手机了。哇，我没有死鱼眼了、欸、你可以用鼓嘴猛死大家，真的超可爱的。而且鼓嘴也可以歪嘴，就是你现在把嘴巴挤到脸的另一边，它会歪嘴，然后看起来会很得意。真的对，好可爱哟、喔。哎、欸，我每次就打开这个模型的时候，我就会习惯先鼓一下嘴，先鼓一下，太可爱了。完了。这个要先买，这要买对不对？对，买 Pro 版它可以那个连线，然后可以就是完全不中断。然后如果没有买 Pro 版的话，它是连接5分钟会断掉。嗯，哦，怎么买？可以试试看，应该是直接那个往上滑，就是你刚刚在设定那一页嘛，你往上滑到那个购买 VTS Pro 就可以了。然后点下去，它会跟你说就是收费的画面这样。好的，多少？有点贵。没事，没事，没事，番茄。哎、欸，我要先关掉这个吧。哎、欸，就是你就会变成睡觉。你如果没有侦测到，你就会变成你在睡觉这样。对对对对对。啊，很可爱，没关系。啊，我要怎么？啊，你会继续打你醒醒。不是，我要怎么买啊？应该手机端可以直接买，就刷信用卡就好。对啊，我要从哪边买？直接 Google。就是没有，你刚刚在那个嘛手机的设定画面，你先回到手机的那个设定画面、上面有，对对对、欸，有一个购买 VTuber Studio Pro 这样，然后你就是点它就可以买了。完了，这四月整个开始都是在花钱哎、欸。购买入坑 VTuber 以后，突然觉得 VTuber 真的好贵哦、喔，好可爱哦、喔！我现在一直看着那个睡觉的脸，好安详哦、喔。啊，对，我本来想问你说，可不可以帮我除了黑还加一个那个灰阶？灰阶是哪一个地方灰阶？全身啊。你说全身只剩下黑白吗？就黑白灰阶啊。哦，那好像那个里面那个光影就可以做到嘞、欸。那件就好了吗？我等一下试试看，如果我试成功，我直接帮你，就是我直接告诉你怎么设定好。好啊，好啊。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的卡。你帮我 hold 一下哈，线上刷卡。对啊、欸，不过我要澄清一下，其实我在画这个皮的时候，真的好贵哟、哦，真的很贵。我在画这个皮的时候，我是想说，毕竟是打游戏的，所以我就加了很多游玩的要素，结果没想到，哎、欸，有点装，越玩越贵，真的超贵的。我当初其实也没有用 iOS 在侦测脸哎，然后后来。就觉得该是时候升级了，然后发现超级贵，然后就很生气。对啊，就有点撞，可是诶、欸，没想到成品出来可以贴，真是太棒了，满意满意，太好了，可以以后可以常常鼓起脸颊、哦，而且你知道，你如果偷吃东西会被人家发现哦、喔，因为 iOS 太准了，嘴巴会动，你的嘴巴会一直喵喵喵喵喵，可爱，喵喵喵喵，是吧？很扯。欸、如果你有在那个 V Bridger， 就是那个外挂，你现在也可以试试连接了，会多，就是你可以弄那个亲嘴、那个嘟嘴唇的动作，很可爱。什么嘟嘴唇？就是 V Bridger 啊，你不是有买那个它另外一个外挂吗？就是一个紫色的脸的外挂。啊？我那个时候我问你，然后你说你已经买了。哦，你推的我都有买啊。VBRIDGER 那个外挂，就是它是一个插件啦，你直接打开它就可以直接连线了。有了，王龙赞助了购买软体的费用，我们感谢王龙的赞助，谢咯。好诶、欸，什么意思？你赞助太快了、嗯，我卡刷不过去啦。是这样。对，等一下哦。深圳
但我们这是一个台主睡觉台，我可以看台主要睡多久。完了，台主睡死了，睡着了。啊，太棒了！幸好有做这个待机画面。其实那个 loading 的文字超可爱的，我那时候在做，我就知道它弹来弹去，哦、好可爱、喔。要过来一点。Oh my god， 这简直是太可爱了！自己做完都觉得很满意。真的找你好开心哦！呕心沥血之作，这只图层已经快要600层了哎，它是我做的破天荒多的图层。天啊，对不起，超级多也没有哎，就是完全按兴趣去加东西，觉得很快乐。因为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做建模的秘辛，如果收到案组的东西的话，就是纯建模，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加东西，就会有点枯燥。但是如果自己画的话，就变成我今天想帮他加个东西，然后就把它塞进去的绘图软体就打开了，然后直接开画。夸张。咦，有吗？有买成功吗？哦，说我的到期日怪怪的，关心一下进度哦。所以现在要换张卡子。没有啦，因为我之前就不是说被那个嘛，被诈骗账户的问题，欸，然后去换了新的卡。原来是Steam没问题啊，啊怎么这个不给我刷过去？还是手机直接用那个电信账单付款？哎，我是预付卡，欸，哦，那就没办法了。对，太可惜了，完蛋了，完蛋了。哎，那loading字真的好可爱哦，喔，好爱。你将卡片。我在做那个 loading 字的时候，我家人有经过，他就问我在干嘛，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做那个，就是那个读取灯，然后跟那个字会一直弹这样。他就说太可爱了吧，你做得出来啊。我家人就一整个有听懂我想做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叙述能力好像有点不太好，我每次就是在形容我在做什么时候，别人都一知半解。有讲清楚真是太好了，觉得非常的满意。你家人听得懂就好啊。对啊，他有关心我的建模进度。哎，账单地址，我试试看好。行动好。好喂。我晚点再弄。Visa 无效啊，好像知道原因了吗？有发现原因了。观众再等等，台主要变得更可爱了。知道我加了舌头以后，好像啦。加了舌头以后就很期待你吐舌头的那一天。对，我本来想说不会那么快的。被推坑成功了，七八七，超爱六一一九八七，都讲出来了，白痴哦！小心哦，啊！小心哦，没有没有，以下是汇款的汇款账号资讯。哎，好诶。哎，利恩汇率多少啊？汇率多少？不行，汇率多少？因为他在那个啊，他在印尼吗？有，看这个哦，476数量，觉得非常的惊人的抖内就知道地区不一样。我记得王龙之前有贴给我看他抖红色的。SC， 然后那个数字就很可怕，他就对啊，他就很白痴啊，看起来好像几十万吗？超级还是几百万这样？对，然后看到那个数字就哦，眼睛一亮，然后再看看单位，嗯，好，谢谢，好，谢谢哦，完全可以理解。王龙都挂两边哎，其实我现在也挂两边，所以其实我两个萤幕都在看你睡觉。为什么到期日不睡觉时间到咯？到期日不就是
想想现在十一点了，各位睡觉了睡觉。乖。我真的每天都超早睡的。然后最近做了几个噩梦，我就变得很晚起来，因为梦太真实了。噩梦太真实了，就会醒不来，这样超可怕。我最近也常做啊。我真的好希望可以不要再做梦，可怕。没错，睡觉是干嘛的东西？哎、欸，我的卡竟然没有到期日、欸，哎，好奇妙。还是他有那个？啊，该不是这个吧？就是、等一下哦。嘿。然后现在的卡开卡那个 mail 都会有一个是。这个数位版的，可以如果找不到的话，去翻一下信箱。哇，我是氪金小天才吧？所以你成功了，是吗？你有一张登录 APP 购买成功，太好了，耶、yeah ！好了，我醒了。好了，那接下来不会断掉了。恭喜你加入 iOS 大社团。那我问你哦，那以后我。Hey.我开皮的话，就直接先手机打开，然后照你上面。因为它只要连一次，就会一直连着、嗯。你只要每一次打开手机软体，它会自己连上。就是你电脑端跟手机端都打开的时候，会直接哦，就不用再输入了。对对对，所以你是试试看喽。每一次都挂在荧幕前面，它就会自己动了。那我现在试试看。那我可以撤退了，拜拜。我先试试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等。你要试试看那些奇怪表情，还是你要试那个插件 ？V Bridger。哦，现在是睡着嘛，然后啊 ，V 什么？就是我之前推荐你买的插件。我都买啊。还是你现在打开 Steam 看看，一个蓝色的、蓝紫色的脸，有，然后脸是很歪的那个。对对对，脸有点得意的那个、欸。可以，然后嘿、hey, 嗯，我顺便教你用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下那个吗？繁星很多的脸，还有什么脸啊？就那个啊，可以亲嘴，就是你可以嘟嘴这样。嗯，很可爱。可是我手机要放哪边啊？可恶！我自己是直接买一个手机架，然后我的萤幕可以调高度，所以我是把萤幕调高一点点，然后直接把手机放在萤幕正下边这样。对，但是可恶。那个如果你的侦测不在正中央的话，你现在按那个手机，就是你点两下会跑出那个选单条嘛，手机的那个 BTS 画面。对对对。然后相机的旁边有一个十字准星，你点它会重新侦测一下你的脸的位置。哦，可以，它会自动帮你。嘿，它会自动帮你变成就是正脸的位置这样。哦，所以你可以每一次开台前先定位，然后定位后你的脸就会是正中央看着荧幕。哦，难怪那时候看越来越多人都是仰视角的，原来是原因哦。嘿、hey, ，就是可有可能会对这抬头就很可爱，包子脸。好了，我开好了，然后咧，然后那个画面最上面有那个，就是有一个，等一下我换分享画面给你看。Hey. 好好。怎么突然就在弄我的脸了？那要买那个吗？插把手把？我有买啊。你买了？哦、你说手把？没有，手把没买啊。我想说，你叫我买那软体，我买啊。没有，下次买了的话，再来测试。好，这个然后嘞，超可爱的，连接手机吗？哎、欸，对，就是你先按那个 VTS。哎、欸，我没有看到你的新的荧幕分享。哎、欸，你有没有点进来？等一下、喔，不要。可以，我刚看到一个橘橘的背景框，这个啊，不是看不到滑鼠啦、哦，还是没有吗？他在跑了，他有点慢，就是最上面那个 i 什么什么的，你把它点开来，嗯，这个 VTuber Studio 选择以后按连接手机，连接手机，嘿，哎、欸、啊那个。啊，我忘记了，你先回到手机端，因为它有一个设定要打开设、哦、手机的那个设定的第一页，对对对，你第一页，然后滑到最下面有一个3RDPART 启用，哦有了，对，它启用以后，那个电脑端再按连接手机。你说这边再按连接手机？嘿，电脑有吗？哦，那个手机 IP 位置，
是不是要输入一下 IP 位置？刚刚点最下面那个确认的时候，它的那个按钮下面有帮助跟显示地址，你可以按显示地址，然后把它显示的那一排数字打在那个齿轮旁边的空格里。我点不了欸。你说手机上点不了吗？那个 BBR 那个点不了。你说不能按手机 IP 吗？你直接打数字应该可以直接打，對對對，就是你点一下，然后直接打数字。一样是192那个吗？哦，真的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输入完以后再按连接手机，那个头应该就会跟着你的脸的位置动。那这也是这样就是成功。对，这个都是连一次就好，就是你每一次打开就按连接手机跟那个下面的输出就可以了。我点了。按连接手机没有用吗？嗯。那手机有按开启？就是按启动吗？启用了。哇，我想一下哦。嗯，还是换另外一个。欸，可是，IP IP 对吗？就是跟刚刚那个数字一样，那个 IP 不一样欸。欸，不一样吗？ 跟 VT 里面的不一样。应该会一样，欸，要找一下吗？看一下，我再看一下啊。好啊，第一个嘛，齿轮第一个，嘿，然后显示 IP， 对，哎，欸，还是要打这个的，不是手机的。哎，欸，因为它连到手机上，所以手机上的数字应该会跟不一样，电脑的一样，不一样，欸。真的假的？为什么会这样？它是这个欸，哎。啊，为什么啊？我能明白欸，我试试看哦。好好，欸，是会不一样吗？好像也不行。对。欸，可是它最主要，它应该是要填手机的，没错，就是手机你按那个显示最下面那个，哦，就是你刚刚是按那个吗？ 3RDPARTY 那个显示地址。哦，我们家你说是不同 IP。哦，所以确定是不同的。对对对，太清楚欸，连过一次我就忘记了，完蛋。安妮，你会不会？还是等一下，你来帮我。换人，交棒了。他现在应该还没空。哦，所以你现在是那个吗？你输入的是手机端齿轮最下面那一个 IP。对对对对对。然后按连接手机，它没有用吗？嗯。嗯。当然，阿 D 那边显示 IP 输入进去 VP 试试看。对，我现在输入了，可是按连接手机没有用。嗯，为什么呢？没事啊，这个晚点。好，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再尝试看看。好，它就是多一个那个可以嘟嘴的效果，然后你嘴巴往上的话，它会比较像咀嚼。就是现在已经会看得出来在吃东西了，可是开这个的话，我有做一些口型，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看起来会很像仓鼠。好，那我可以撤退了吗？嗯，可以了，辛苦了。好，感谢，拜拜。谢谢。哎，其实这个我本来就是想说找安妮教我用，因为这个功能我知道安妮有买有用，可是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哇，好容易羊角，我的天哪，啊！哇，这样可以睡觉了。欸，各位晚安。怎么睡觉？眼睛。啊，对，感谢利恩。利恩是多少钱？看一下，476。啊，对不起。你现在可以把手机换位置哎。我现在可以把手机啊，对，你是说那个吗？我的什么手机换位置？哦？等一下哦，
请问1103加花生，等一下哦，4764579，五七九属性579。我们聊天室就不会万向窗外了。那我要放哪边？我应该是要放在右边，对不对？放右边，我这样看的时候就看窗外不错啊。窗外的麻雀，哎，安妮，晚点可不可以打扰你一下？求你了。等一下，我先把这关掉。关掉，关掉。哦，好活哦！这个眼睛狗终于没死鱼眼了，天哪！花了700多块钱整形，天哪！我的眼睛，哈哈哈哈，好好好。哎，小熊，小熊，如果要你额外做个配件的话可以吗？因为好像安妮蛮喜欢眼镜的。他喜欢你那个上面有 loading 的效果。你副萤幕在左边就把手机放左边啊。哦，好啊。所以我要这样子。欸，可以耶。啊，只是。我要放哪边？他睡着了。那我要买手机支架。哎呦，又要花钱。繁星没钱了啦，繁星是真的没钱的啦。这样好像可以欸。好欸，安妮，好了，我以后研究一下改色眼镜好了，之后直接丢工坊给大家摘。哇，你人怎么那么好啊？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安妮专属的这个人你不要太过分哦，繁星。欸，你还有什么啊？你那些其他的口型是不是要就是要那个 VTBVBR 那个才行，就是啊，欸，我也可以的欸，以后安妮啊，对，欸，安妮，你这不拍给我吗？哇！会坏掉，会玩坏。你不要太过分哦，繁星啊！我想说你很喜欢嘛，我就拜托看看啊，我给他钱。大家有时间哦，四月已经开始行程了。我知道啊，你不是排到年底了吗？我知道，所以你知道后面跟你讲说我要那个眼镜的时候，我想说等你有空再用就好。等你有空再用就好。对，你不用怕，利恩永远会是在你出影片的时候第一个到的人。他就很扯啊！欸，哇，愚人节那一天你出了一个影片，他就在下面留言，看来新皮是真的啊，看来新衣装是真的了。不要说利恩，给我回收掉哦。欸，请问这个卖肉的地方有差吗？还是都一样？嗨，我要来卖肉。嘿，
我其实觉得这样还蛮好玩的啦，就是你去来这边买剑石，然后去打肉，然后肉烤熟之后再来卖掉，哇，这样子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欸。王龙神出鬼没，超厉害！我跟你讲，他是大滴滴，只要我曾经有纠团过去啊，或是有介绍过，永远会有他的 ID 出现。我估计他等一下要贴那个秋猫的舔舌头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很少第一台了。然后我有时候会偶尔点开那个聊天室名单，因为我几乎都有扳手或是刀嘛，我就可以看有谁。哎，哪里都有那个亮啊，5487。然后看他都会打说分叶和二病啊，还有谁比他更低？主要是他上班没事做啦。除了捕货送货没事做，就满足我的要求。哎，球猫这个图真的很棒耶！啊，没有画面，就说他滴滴呀、啊。我不要，我不要，请容许我拒绝。哎、欸，我昨天就是在乱逛啊，刚好碰到他的剧情，让我好想哭哦。他一个人躲起来偷哭、欸，哎。因为想妈妈嘛，因为妈妈去天国了，然后自己躲起来偷哭，然后就是要在大家面前很坚强。哇，我看了好难过、哦。哎、欸，走走走，你们觉得画面会太小吗？我是指左下的画面，我是不是动到了啊？没有，左下画面太小，要跟我说，我可以放大。我是指这个可以放大啊。对，熊熊你在吗？你的跑马灯，我找到好玩的东西了。你的跑马灯不是这个吗？然后这两天被我玩坏了。如果我睡觉很容易触发，我等等贴一个怎么改？不会啦，没有。刚刚是因为我的手机离超级超级远的，因为我放在我的副萤幕下面，然后它超级远的。有动画都可以粘。有，刚刚 loading 的时候，因为那个啦，害羞的时候不是有蒸汽往上跑吗？后来想说，既然蒸汽都往上跑了，那这个应该可以吧？然后就来了这个。等一下、喔，要这个，嗯，没有吸到，哇嘿，你开启脸红，把安妮贴在边上，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贴那个，因为那是我贴鸡蛋那。贴那个煎蛋的时候啊，它就是蛋被烟吸走了。你是顽皮天才，顽皮吗？哦哦哦哦哦哦，干什么干什么？嗯，看这样子，然后把皮关掉，这样安妮就会在我头上一直动了。
好喂、欸。等一下哦、喔、这个安妮太小了，大一点。或许你的记忆没有恢复，但是你曾经败在那家伙手下。谁？人马都不对。我现在暴富了，我想恢复记忆。萨尔达殿下的记忆，同时也是你的记忆。我就是萨尔达。造访少兵啊！欸，我刚好旁边有碗有宵夜吃，欸，还是不然我们来吃东西。等你造访所有的地点后再来找我。我找到两个地点了哦，虽然我只能出一张嘴，但是我会知无不言，无言无不尽。很难念哦。好吧，如今你的视觉记忆要收集都行。啊，又要看动画哦。喂。对不起啊，原来看过了。怪人，你说加农人马比加农好打哦、喔？那我觉得，因为加农动作太大吧。米法超重，神兽入塔，乌尔波扎超重的神兽瓦，纳波利斯，没有神兽们的力量。尾兽之力，妈妈的味道。对，他说我终于煮出妈妈的味道了，不难过了哇！我觉得那小妹妹比那个躲猫猫的好多了。哎，这是干嘛？哦，是圣兽吗？西卡之石的光芒会引导你的方向去拜访这部族哦。哦，虽然我只能出一张嘴啊，拜拜，我去找你孙女了。萨达殿下如今独自一人奋力对抗灾厄加农，你先准备，你准备先去接哪一个？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哎，总共有哪四个啊？我可以直接知道吗？失控的四神兽，你很期待我打四神兽是不是？那请问哪个是把你压在地上压最久的？我要去报复他。教主什么时候说有 CP 皮了？愚人节那天，啊，哎、欸，用手机后，我点头变得好明显哦、喔。不然用视讯镜头，我其实都有在点头，在晃，都晃不明显。虽然没有到安妮那么会咬啊，就是安妮她会。轻轻抖一下会跟着节拍抖，但是我好像要大力一点。冰雷风火，那就来个风吧。我们家安妮是很棒的哦、喔，安妮她什么都会哦、喔，也会喜欢我、喔。番茄什么都会啊。就是不会让我看上雷我也死很惨啊，这该不会有属性的吧，风，那我要拿叶子去扇它啊，这该不会就是有些人后面会有很像东西在开技能的时候会有东西跑出来的吧，我也比较推荐风，技能好用。好，风是哪一个？我想一下哦，风哦，啊，风肯定在这里。我去被窝哭了，你知道吗？昨天我这样子，安妮直接跟我讲说：“你是要哭多久？”哇，那个姐姐的霸气，你知道吗？按错了，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被安妮一直敲嘛。你先等一下，你先不要再花了，就这样子。然后安妮就直接说：“你是要哭多久？”我想说：“哇。”姐姐好 man 哦、喔、突然啊恋爱了。哇。
这么 man 的姐姐让人恋爱。哎，完了，完了，铁轨没滑了。休息。哔啵哔啵，哔。那你去旁边睡觉好了。哎，我没有丢掉，我把它放旁边哦，好不好？你去旁边吃棒棒糖。完蛋了，他没有感应到，会跑出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欸，出来了，出来，出来，出来。对不起了。可是冰有美女，不行啊！我要听姐姐的话。没有啊，真的要讲的话，我比较喜欢风啦。没办法，真的要讲，我当然是喜欢雷啦。可是我觉得风是温和的风，好不好？哎、欸，哪个是风？哪个会伴着花谢了又开？你啊你，哪一个哪一个？风在左上，哇，我是神吧？就走过去是火，火肯定是这个吧？这个是火吧？哎，风哦，左上吧，好，两个都说左上，我们走 ，Ikimashio。好诶、欸、今天我们先开地图好了，明天再来打。我今天起不来，我昨天东西弄一弄，忙一忙，我三点半才睡。哎，然后想说早上再去健身，剩三小时，想说啊完了，应该起不来了。啊，后来就是睡到九点，就被我家人叫起来说，哎、欸，你带妞妞去看医生，妞妞又上吐下泻了。我说。又怎么了？怎么整天在上吐下泻？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每次上吐下泻，最怕就是我爸在那边乱喂他吃肉哦，好烦哦！明明就跟他说不要喂狗吃油的，不要喂咸的，他说过水过过汤就好了，说不要，就剩这一只了，你还想要怎样？为了一只狗狗，一直跟我爸吵架、欸，然后我爸就会说：“不能喂了啦，哥哥说哥哥不给你吃了。”哎，熊熊又敲我了，我看一下哦、喔。欸？待机动作失去，可以改成失去侦测后几秒后才睡哦，没有马上睡是不是？好，我试试看。各位，我再消失一下。熊熊叫我设定东西，这个是……哦哦哦哦！对不起，我突然变大了啊！我突然怎么变大了？等一下，这个。然后，我要点什么瞌睡读取吗？还是什么？哎，它原本就是这个啊。哦，可以自己调几秒，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天哪！好了，我们回来了。我们先前往这边，我们网点再来，再弄皮。然后番茄以为我今天睡死，我说没有啦，就是狗狗在那个狗狗生病顾一下，然后顺便等姐姐起床。你听声音会抖抖的，有吗？有人听会抖吗？小妞安安，你们听声音会这样子吗？啊，哎、欸，有问题要跟我说哎、欸，
我就关台了哦，很正常。好，好像只有你。哎呦，去数，哈。耐用度上升，哎呦，怎么那么棒啊？就掉，就掉，武器，这个其实也不用留了吧？攻击那么低，啊，不要说什么看你哦，看你有多低，好吧？这么喜欢看我，看吧，看吧，让你们看。哇，那你们那是不是要充着电然后开皮啊？那我的延长，我的线要用很长欸。欸，好像可以欸，只是我不能再开台跑图了。呼呼，卡在哪？塔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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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怎么可能会没有塔？呼，我可以贴到安妮吗？我贴得到吗？咦？手机会过热吧？其实我的手机应该要换电池，又要钱啊，好穷哦！为什么人可以那么穷？没有啦，我这只手机已经4年没换过电池了。我前一个手机也5S 那个啊，那个我才刚换电池，马上电池就膨胀，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多人都说手机那个苹果手机卖点就是电池很耐用，哎，买两台就解决了，没有钱，好穷哦，怎么那么穷？欢喜，还不能续吗？不是啊，我的是预付卡，没有，因为。我没有在出门的啊，然后那些吃到饱不都是几千起跳的吗？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这样我不如就继续用预付卡省钱啦。但我是不是游不到？我需要扇子。扇子，我想你了。你水吃到还有人用？不是啦，是因为，呜，哎呦，你好敏捷。骨头真的是很好玩欸，为什么高士兵工？哎，我们需要一个酷酷的扇子。哎。很硬，很棒。
你没有酷酷，哎呦，酷酷的扇子。这个该不会有伤害吧？肯定有的吧。结冰踏冰过去如何？你怎么不早点说？我都去打叶子起来了，我都打叶子起来了，没事啦，下次一定。我要干嘛？我干奈。喂，动得了吗？加油！再一个月就不用三封了，繁星。再一个月就拿循环扇了。我可以踏冰哦，踏冰人哦。哦，这不就跟那个那时候那个谁，那个不是有人说前期可以用那个吗？大尾梨，然后走到岛中间，我觉得那真的很强耶。好明显哦，我只是嘴巴无聊动一下，我没有吃东西啦，我只是嘴巴动一下而已啊。我跟你讲完蛋了，因为我其实私下我很容易鼓嘴巴，会被看光光，就是没有讲话啊。哎，没有，应该说认真打东西嘴巴会违章，然后如果没有说话，我嘴巴其实会鼓起来，然后左右用。欸，如果红月他是看那个击杀怪物数的话，那如果一堆蝙蝠过来的话，击杀下去是不是很容易红月啊？还是蝙蝠不算，只有地形上的装这个就不太能动嘴了。欸，对，他其实是不是都仰着头啊？哎、欸，又是你！哦，长很像而已。我认得出来，他右边第三根羽毛。哎、欸，有任务哎、欸！卡西瓦，卡基玛，卡基玛，这首诗是我已逝去的师父所作。师父在数年前逝世，他聆听了唱这首歌。狗妹那赛，哦，完蛋，打哈欠也被看到了。哦，哎，还好哎，他打哈欠不是欧字嘴，不然打哈欠欧字嘴会被。被看光光，红月不是固定时间吗？是吗？我怎么记得我有查到文章是说红月是击杀怪物到一个数量之后会刷新欸，挂机也会有，但是不知道挂机好像也有，但是打怪也会有啊。喂、欸，是吧？因为我查到的文章是这样欸。因为我那时候想要挖矿，结果发现红月跟矿物生成是两码的事，完全不相干。
太好笑的。啊！失败！恭喜！马上查，你可以查一下。我查到的都是说你就是怪杀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红月就会出来了嘛，会帮你新增一些怪回来，就刷新怪，怕你没东西打。保龄球，完蛋了，你当球啊，白痴哦，生气。捡到一块钱，开心。有没有钱啊？在繁星，繁星内外都缺钱。哎，两个环，请问，好多蜻蜓哦。冰冷蜻蜓。看任务。一箭穿两个环，勇者的考验方线型，所以我们是要找刚好洞跟洞可以穿过去的。这就是台湾综艺节目《鲤鱼跃龙门》。好喂，阿拉白痴，哦，你很强嘛，少年。两个环，两个环。嗯嗯。哎。我是不是见识也不够色啊？哎哎哎哎！呀哈哈！哎，不是哦，我之后再调一下手机位置啦。欸，还是正确来说吧，一个是大约五到九天出发，一个换算成现实三个小时左右。另外的教主说的没怪，所以会出红月，就是有两种啊，哦，所以两个都可以，是不是？没事没事，那大家扯平。然后勾我睡觉消磨时间不算，对啊，就是要挂着啊。哇，那。伙伴，你们相信哪一个？还我见识哦！新手见识很珍贵哦。好诶，摸摸冰冷蜻蜓。
鬼鬼，免费的青蛙，免费的青蛙，不，有一个神庙有红哦，我有看到那个，我今天就在查那个，我就在查红月，结果看到什么裸装红月祭坛的神庙，我说啊。找到那个神庙一定会红月嘛，然后去看了一下，说不是，哎，白痴，你还在期待什么？哎、欸，我眼睛在闪哦，哦，反正有闪没闪差不多了啊。哇，好灵活哦、欸！番茄，你也该买了哎、欸。你是谁？你是谁？那个没耳朵的是谁？看，怎么又是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比霍格华兹好玩，就是因为他每次的解密都是，哎，虽然二周目那些都一样，但是他不像梅林，就是那六个循环在找而已，他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好玩是好玩在这个。然后嘞，再踩。哦，先踩这个。啊！啊！这么简单。这是没有宝箱吗？好欸，免费拿到一颗爱心，太好了！不是爱心呢、啊，徽章。兔耳没了，好怪，这样太帅吗？只剩下心了。我看耳朵弹出来的效果好，很好看，短音，短音，短音。没有烦了，只剩下心了。没关系，隔壁还有你。所以说你有四个耳朵吗？没有啊，我这个人是人耳跟兽耳是不共存的，好不好？这个是没有人耳的，这是没人耳的，好不好？我还是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兽耳关掉，我是整个没有耳朵，是不是？每个神庙都有宝箱，我找，放我回去！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放我回去！放我出去！欸，每个神庙的宝箱是不是东西开过就不能拿了、啊？就是宝箱的东西是不会刷新的，对不对？不管是神殿内或者是地图上的宝箱，对，好，好不习惯啊，你在 YT 哦。我不习惯你在 YT 哦。妮，哎，是会这样子的、哦，好的哟。
哦，好，开始。哎，可是，啊，该不会，我知道在哪里了。啊，调皮的，哎、欸，小调皮，哦，哦，收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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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安妮，回来，安妮。然后嘞，上去。哎，你倒是回来啊！我还没上车啊。下来，我不想摔。那个小安妮很像在帮罩子，对啊，在肩膀是捶啦，是帮我敲敲我的肩膀啊，在头上就是打我了。喂，这样想看他敲我吗？我也很你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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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喂西，喂西。我不让我走。哎，盾牌，我看一下他的介绍。所以可以利用。盾反有伤害了，是不是？哦，很容易烧起来。我那时候中了一个不知道谁的技能，我被烧起来之后，所有的武器都显示说会被烧，会被烧，会被烧，安心，会被烧。冰冷凤蝶。哦，今天上东森有买那个复活节的东西，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好可爱哦。复活节的东西就是很可爱啊，兔兔有那个兔子门牌嘛，然后还有个这个，然后兔子的花虫，然后前面有个金蛋，哎，十二点了，我还没走到哎、欸，白痴哦、喔，路上有人马我不打哦、喔。不敢打了，没有不敢打，不想打了。我忘记我把婆罗仪关掉了。该不会你们昨天剧透我的东西？这个就是你到时候会明白的东西啊！哎、欸，你们之后不要剧透太多啊。那个，哎、欸。
我没存档，设错等红月，那就等吧。哎、欸，他有顺序哦。好，没事没事没事，我们等红月好不好？我们就等红月，要等红月了啊！没事没事，安妮看得很开心。我跟你讲，我一次过的话，他会觉得我有鬼。哦，这个有顺序哦。哦，你们聊天是这样子讲，害我。嗯，解释给你听吗？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我这边记个点就好了。红月，我再来这边玩。嗯嗯嗯，没关系啊，不用跟我说啦。你们的好心好意我接收，但是有时候自己解开都会啊，哦，是这样子哦，那种感觉。好不好？以其他游戏可以剧透没关系啊，但萨尔达不要，好不好？萨尔达，萨尔达不行，就只有萨尔达不行。嗯、啊，哎、欸，对耶，我都忘记用这个。欸、靠，你不是箱子哦、喔，啊，你是什么？最近就是人正常都会掉头发嘛，然后我其实就是刘海有一些头发是曾经掉过，现在又长出来，然后现在的长度就是会，现在的长度就刚好到那个有点戳到眉头，很痒。什么跳什么繁星跳？哎、欸，等一下，这是蓝色的哎、欸！我不打了，我不打了，我不打，我没看到那是蓝色的。哎，哎、欸，任务呢？等一下哦、喔，任务道具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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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啦？繁星，你在干嘛？哎、欸，任务按的什么键呢、啊？断了吗？怎么断了 ？YT 断了哦、喔。哎、欸。等一下、喔，我的 YT 断线了。干利恩，你在断什么断？白痴哦、喔，害我！我说：“哎、欸，怎么断了？”我想：“啊，断什么？你、欸、干嘛？”存个档。
我想找柱子，那根是吗？我想开地图啊，地图在哪？那根柱子是吧？去摸个地图。蝴蝶，苏麻凤蝶，妈妈咋哭？哦，安妮，有时候你的聊天室不是会有人说什么“妈妈咋哭”之类的话吗？我要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咋哭”是台语的十块钱吗？然后“妈妈十块钱”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在伸手要钱的年纪啦，就是我还在妈妈砸扣的时候，这样子有没有？我还在妈妈，我要十块钱的年纪。对，因为你的聊天室之前还蛮多人出现什么妈妈砸扣的。对，我要跟安妮解释，因为她聊天室很多突然有打那个台语，然后顺便跟她解释。回来！对啊，就是伸手要钱的意思啊，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嗯，可能不记录档了，因为其实不知道安妮现在干嘛。咦，姐姐不会台语哦，她会一些，但是比较，你也知道。就是妈妈咋扣这个词是比较最近的东西吗？比较新的东西。哎，是哎，是哎，是哎，要开。我现在有办法过去吗？看看哦。看这木箱子哦，哎，木箱子，那个。这里很难开，要煽动声音了。太痛了吧！他把我弄痛了，好好疼啊，好疼啊！我痛到仿佛脚趾头去踢到东西。喝口水。你不要太机车哦。我怎么按错键了？完了，直接吃了。
好像不用急着解这座塔，繁星快跑跑，姐姐叫我跑跑，不行，姐姐，你曾经是不是被他们压着打？我来了，我来帮你报仇了，但不是现在。哎，好痛哦！而且吃东西的姿势真的很好笑。这个不用先攻略哦，哇！我想也是啊，这个怎么看都是冰的法师在上面走来走去。可以，跟刚刚人马相通，超痛啊！哦，哦，哎呀，你刚刚应该有听到吧？就是跟你讲妈妈砸扣这个东西，靠！该不会不拿金属的东西了吧？每天好像是什么哦啊，那你不用补记录档，就是你的聊天室不是之前都有妈妈石块吗？妈妈砸扣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个就是伸手要钱啊，就是妈妈我要十块钱，懂吗？有时候不是说我们聊一聊那个聊天室会说我还在妈妈砸扣的时候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还在跟妈妈要钱的那个年纪。懂了吗？就是今天就按跟你在讲嘛，跟你在聊天聊一聊说，哎、欸、啊你马里欧玩的怎样？我说啊，那个是我妈妈砸扣的时候、欸，哎，对不对？马里欧是我们的，就是说你还在你小时候啊，小时候玩的东西啊，小时候的回忆啊，小时候的东西，哎、欸，哎、欸。不会啦，没错啦，白痴哦、喔，会冷吗？哎、欸，是之前有人跟我聊天室讲过吗？对啊，是你的聊天室啊，你之前有在聊天室有人打这个字啊？你知道，你好像那时候讲什么妈妈砸扣是什么？你的聊天室啊？哇，这边的装备等级变高了，没用了。我还有声音，是谁？不懂就没印象了，抱歉哦，没事，没事啊。我这个人又记一些怪怪的东西，比较厉害啦。那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吗？谁知道啊？哎，是斯普拉顿三上市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六月吧，五月六月认识的。哎、欸，我现阶段是不是就是要一直开神庙去加爱心啊？不要跟我讲说什么血量低去打，不可能。哪里呀、啊？这个方向。嗯？你们都忘记当初第一次相遇了是不是？嗯，缘分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聊我们的前世，安妮，对不对？番茄，你懂什么？我们在聊前世，不是聊今生，好吧？三颗爱心一样可以过，不要再跟我讲三颗爱心了，好不好？
是可以吃料理过啊。哎、欸，对我是要做那个吧，黄色爱心料理吧。对啊，下去这边岂能是你来的地方？哎、欸，不要走。24攻击力，有气，棒了。苏麻蜻蜓。去捡，乖乖过来，秋秋，把那个吃掉。奇怪啊，刚刚神殿在哪里？然后踩一个，不会是那么远的吧？反方向了都，会近一点的啊。好、啊，不绕了，不绕了，我先过去，我先过去。完了，完了，累了，累了。怎样？怎么了？请问 YT 那位善意，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友善哦。就都嘛得，我过得去吗？拿起什么？啊！哎，这只好硬啊！有病啊！你怎么那么硬？啊，骑不上去嘞！要存吗？啊，好啊，存档。
哎，自己都噗嗤出来了，叫我转圈打的，可恶！哎、欸，看来等雨停好了。你说武器哦、喔，可是我刚刚蓄力蓄不起来哎、欸，我刚刚背上它蓄不起来哎、欸，哎、欸、好结束了，那再存一次档，不存，不是按住攻击键吗？而且这个锤子其实快爆了哎、欸，是你吗？哎、欸，是你！好、哦、怎么可以打这个哦你不听话番茄，哦，干番茄屁事，哈哈哈！坏掉了，不行啦，这些有耐久度的武器，哦，好烦哦。看看，那什么？怎么过去？都到这儿了。这边，我这边这个点，好酷啊！
信仰之月，没问题，先存档，文哥档，不会是剧透我吧？可恶！我以为有上升气流欸，可恶！赖晚安，晚安晚安。不够高，不够高，不够高。林克掰哦，还可以摔的哦，哇哦！该不会根本不是要从上面走吧？难道是我电梯？眼镜，你认真，我要关台了欸！你看到我那个眼镜张多大了没？这是戴眼镜的情况下张那么大的欸。现在吗？现在我不动哦。欸，打火石到底怎么用啊？是放在地上然后敲它吗？因为我今天弄了一次打火石，它一直失败，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拿武器捶它，放在地上加木材敲它，这样子吗？放一起然后敲它，是不是？这没上升气流啊，可恶！这什么？红色秋秋胶？啊？红色秋秋胶？哦，这可以了吧？啊，我刚刚有攀登的面具，我没弄。哎，挖矿可惜个屁呀、啊！你是会咬人的狗狗吗？喂，为什么我锁不到？锁不到？为什么？还是你不会攻击？好喂、欸，高级肉肉。是卢比的样子，好，我可以戴，我可以拔眼镜了。好了，等一下哦，我的手，哎，帮我计时哦。我啊，等一下，我的 VT， 我设个闹钟，等我一下。VT Studio， 设一下闹钟。哎，会烫哎，手机会烫哎。闹钟计时器。这样有吗？
有了吗？哦，有了，有了，有了。欸，我说画面之后，好像我的皮子在乱动，是不是？这是什么鬼抽搐啊？等我一下哦。等一下，出问题了，出问题了！中之人露脸了，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啊，看来这个不能换了，这个换了会完蛋。30分钟 CD， 好了，够够。我拿什么武器？弓箭。啊啊啊啊！哎，坏了！我觉得后面拿下眼镜这个要拔掉了，不然用这是什么？哦，剑！哎，这又是什么？啊，白痴！我可以用炸的啊！哎，我现在会不会很鬼畜啊？就是因为。他判定原本是戴眼镜，现在没戴眼镜。干、欸！对不起，繁星又讲脏话了。这是什么功？看不见，真的看不见。你们看到我眼睛是眯的还是张开的啊？这是什么啊？这要拍照是不是？哎、欸，这拍照还有用吗？我耳鸣了，等一下、喔。是什么？存取啊？只能选一张哦、喔。那我要右边这一张。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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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这个换眼镜的，我们妥协一下好不好？这可能不能换的。你看换了它，我要动到手机啊，手机又要计时。然后现在我一直出现校正校正校正。哦，你说的手机换方式是这个意思哦。哦，我懂安妮说的意思了。这样子，可是这样我是镜像看的，对不对？不是我其实向左边看，他向右边看了。哦。哎、欸，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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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是我好不习惯哦，这样子，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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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火石。喂嘿，小妞赠送啊，可以买了是不是？哇，我想说我要自己买了，不让你送啊！感谢小妞，小妞指定赠送了饥饿派画家啊。我现在才有蓝宝石，哎，哇，好可怜哦！吉祥说温度会走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怎么办？梦里想你，装傻。怎么办？知道我要什么 ？My God！ 如果爱像微风，跟你一起吹风，连空气味道都变春天。可以啊，姐姐还没起来，我们再来玩这个。姐姐起来，我们再来玩这个。嘿嘿。别，等一下。面具换一下，装备。哎，我过不去，哎，好冷呢，不行，哎，林克说好冷呢，我走错边了，哦，等一下，走错边，林克下来，猴子哦你。没换衣服，对耶，不是啊，就算换衣服也很冷呢。那个是边界了吧？右边，我都给他扣血边补血，哎，你们比我还狠呢。我想说，省着不给他吃东西，够狠了。你们竟然是让他受伤吃东西，欸，蝙蝠不要打咩哟，哦，你的枪，我剩16支箭呢，等下去买箭石热。欸，你这颗石头颜色好吧。小妞晚安。完了，彤都看得到我了，完蛋了，我是看得到的对象了。
啊，我怎么觉得？哎，变色龙不用看他们就好了。我的电量不足啊，笑死！关闭，让我插个电哈。环心，你确定要在这边插电？如果爱像微风，和你一起吹风，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啊，我要怎么？但我才发觉，就是爱。不行哎，我看聊天室会撇超过来这边，所以我要把它立起来，立起来，我怕我手机压啊，手机线哦。唉，看来，欸，可是我有充饱吗？稍早在玩光遇，那算充饱吗？啊，我把我的指甲剪架起来。哇，你好帅！嗨，酱油，你最近在玩什么？新入股？欸，现在在施工，不是施工了，在，欸，还是我直接倒过来用，好像可以。欸，超好笑的啊，我现在手机是反过来的，欸，我帮你帮我们这种第一次相遇恐鬼症啊，可是是几月几号我不知道啊。好啦，还是看来还是人这样子。你要买个手机支架，欸，对。肯定要买的。哎，我还想买，我还想买绘图板呢。哎，血月了，不，红月了。等一下，喔，他现在画面看得很偏偏。我是要这时候再打一只怪吗？嘟噜噜，嘟噜噜，哎，好像不用。我那时候以为真，以为我死了。迷迷安安，你去看 DC。Link。哎，欸，我要回去射那个球吗？哎，欸，我们赶快到，赶快休息，哪边可以存个点？我的妈呀！哇，刚是鞭子打架的声音吗？刚刚是鞭子打人的声音吗？霍希。不是那时候就是想说，欸，因为稍早有在说那个，我为什么那时候不用 VVV 那个手机当那个截取的嘛？就是因为我没有支架，啊，通常我手机只拿来玩光遇就没了。还是今天这样子，你去休息了，还很久吗？
好像他也不用特别有个记录点哦。哎，他没记录点的话啊，好吧，看来我想说到一个段落，然后回家买个。哎，那个是你要去睡了，拜拜拜拜。这边没有吗？它附近没有吗？我记得它在你附近，我附近。驿站会自动存档啦，可是我有时候觉得那个雷达都是跟假的一样，哎，找不到。草莓骗我，你说桑葚我相信，草莓我就不信了。那里有吗？还是我私下自己找？你这只狗到底想干嘛？顶级瘦肉，哇哦！可以卖更贵的钱。哎，看到你了哦，两只哦。欸，不止哦。他是狼，阿狼也是狗啊。欸，没有欸。哇，不能今日事今日毕吗？感应到的东西，不是吧？也太远了吧！不会是说那个吧？对啊，我就是想说神庙啊，至少有个神庙当点啊。啊，结果要走到这哦。白痴哦。那边是感觉是敌人呢。我、哦、是村庄哦、啊，那我冲了，冲啊，白痴！
哦，他喷很远呢。哎呦！嗨，然后都来给我搓一下下去。谁？你这个草！臭章鱼！快了，快了，快可以休息了。结果没关台看我吃东西，要吗？你们要看我吃东西吗？看那个嘴巴会鼓哦。我们等一下来开动身，然后把时间调到五点，然后听着歌，干嘛？哦，我有印象，这只鸟是神兽的左上那一只，对不对？鸟鸟，哇！狂野之心，哦，狂野之心那个新的，哎，新的陀螺好想用哦。哎，会自动追小化兽的话方便。哎，打起来！别人是墙头草，你是桥上草哦。我刚那一只哦，啊，这个伪装太完美了吧！利特村，哎，哪里在哪里？啊，女神。哎，真是的，哎，真是的，感觉哪里呀、啊？到了，到了，到了，来拜拜喽！好了。先到这边，我要吃宵夜了。真的要看吗？那我来播动身的歌。存档，存档。哎，我们今天血池了啊，打赢人马了，开心。之后不知道还不会变熟练一点呢、啊？哎，行。时间早上五点。哎，顺便播这首歌给大家听啊，赶快好好睡咯。
吃完宵夜关台。啊，我不用改啊，白痴哦。嗯。我有问带给一个好动，然后我们换啊安妮，安妮来肩膀上，面包晚安，啊，先进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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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还在吗？导游，咦？啊，不在了。等一下哦，我需要设定个东西。登记钓鱼大赛，我要睡了。对，准备了。我只要给你们听，我觉得动声这个时间点最好听了。吸颜色，吸颜色。然后文字。等一下哦，我在设定，因为之前答案覆盖掉了，所以不见了。好了好了好了，
还是你们想看动身的画面？我要吃东西咯，熊熊说嘴巴会鼓啊，我们看看会不会鼓。动身早，这是早上的歌啊，这是五点的歌，五点到六点的歌。真的会鼓脸呢、欸。还是我重新截取一个，等一下哦。啊，就盯着这个吃，好鬼畜哦！啊，眼睛还会变色，特定的啊。不然等我一下，等一下。啊，我送到 Switch 了，白痴。哇，真的要用一个手机支架，哇，哇，没办法，你看一直读不到，可恶，好啦，只能这样子了，手机支架，我明天再自己做一个。用纸箱做，嗯，当时就是玩到天亮啊，然后买大头菜，然后发现早上这首歌也太有点想哭哎、欸，就是我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真的是这个时间起床，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就是早上就只有几个，那就是感觉就是大家都在睡，就只有你醒着。然后你就只有你一个人的感觉，你的岛型跟我一样，你知道我的岛其实理论上原则上我都没有动到吗？我都是维持它基本的型，我改岛的时候只有动一些东东，然后我没有改太多。之前有个岛型比较可怜啊，就是它是一个么字型，就是中间把你盖住，结果你连左右两边其中一个码头都到不了。我觉得岛型前期一开始很困难的。我那时候不知道安妮有那么怕虫，结果还在她面前拿那个长戟大兜虫出来，就她这哎呦的时候，我想说啊，完了完了完了，好像是真的很害怕，我就马上道歉。我不知道她
他连游戏的虫也怕成这样。然后之后是玩霍格华兹，然后那些蜘蛛嘛，就做得很像真的，我就知道他是真的很痛苦在玩。魔物那个吗？什么魔物？你说魔物猎人的安妮吗？还是霍格华兹的安妮？不不不不不不不，你是说什么魔物？蜘蛛魔物的，不是啊，那个就怪啊，霍格华兹的传承啊，啊就里面一堆蜘蛛的怪啊，啊，其实那时候就想说，咳咳，因为电影里面其实就有蜘蛛的桥段啊，只是不知道游戏里面蜘蛛的占比会这么高，就蜘蛛存在的。气氛也很高嘛，不只是狗啊、狼啊，然后那个人类人形怪啊，然后哥布林啊，那还有蜘蛛嘛，然后有几个就要，你点天赋一定要去一个蜘蛛洞里面嘛，还有蜘蛛洞里面有一大堆蜘蛛，你知道我都真的很想直接冲过去，把他的手把他抢过来，然后就帮他打。你看，只要有蜘蛛就交给他，只要有虫就交给我嘛，啊，剩下就给他自己去玩。然后等你包包，我来帮他整理。但是我很怕他，啊，他觊觎我的那个天赋叶的两个技能，觊觎很久了。他一直叫我把那个额外两页的技能天赋点下去，我说：“那你来帮我插那个 SSD 之后，顺便帮我学技能就好啦。”哎，我明明没伸舌头，我没有伸舌头，哎，我在虚面呢、欸。哎，这个眼睛先别闪了，辛苦你了，眼睛先别闪。哎，正常了。哇，这表情好可爱哦！天啊！啊，吃面吃面。魔物猎人，什么魔物猎人？魔物猎人没蜘蛛吧？有啦，但是不是在崛起跟世界没有啊？啊，有啦，拜托，抱歉抱歉，非蜘蛛，非蜘蛛他就还好，虽然他也是觉得很恶心，也没有到还好啊，就是他也很不喜欢非蜘蛛，所以那时候在刷那个魁翼等级的时候就很不想打非蜘蛛，但是他经验又多，不得不打。好了，我大概剩五口面，准备要关台了哦。有没有人要说拜拜的？可以先讲哦。
好，好像没有。五口面可以吃一小时，没有欸，我吃面的速度超快的欸。你知道我现在是吃三人份的面吗？就是大陆那边又不是分什么东北跟南方的那个吗？啊，北方跟南方的东西，然后北方的碗不是都超级都是用盆子在吃饭的吗？对，我现在是用一个超大碗公在吃三人份的面。你现在才发现会嘟嘴，那是今天设定的。我今天又花了700多块钱啊，值得啦。但是就是我不会再死鱼眼了，就是他侦测脸会侦测到更准一点，不然都是连嘴巴都没有什么在侦测。我是说，我可以吃一个小时，我其实也可以啊。就是其实这碗面从10:30就放到现在了，只是我当时在打东西那个啊，开台没空吃。感谢莫寻吗？没看错吧？来，给你这个。感谢莫寻的订阅。哎，怎么按啊？快捷键太远了，快捷键太远了。繁星，按一下这个。女生是这个哦，男生是这个哦。哎，安妮挡到安妮。好，算了，安妮是我们的防边小天使。感谢订阅啊！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 DC 赖群，可以把订阅证明写到粉专，会有小帮手帮你拉进来。那如果没有的话，下次开台再跟我说，我去跟他说。守护神的身份，守护甜心啊，繁星的心。姐姐制裁你了，对，他不让我比中指，他说不准比中指，敲敲敲敲敲。这姐姐好可爱，你要看吗？中指？哎，不，这个。哎，气球经过，不要比中指，繁星，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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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刚刚不是说碗弓很大吗？就是这个原因，我的那个碗弓比我的脸还要大很多。我在吃最后的面跟汤了，所以会睡着。我以为你要跳什么 ？Homeboy 是什么？
奇怪，这个我真的，哎，哎，安妮，你的手机是直的还是躺的啦？横放的还是直立的？好了，吃完了。小周晚安，莫寻晚安，花音晚安，咪咪晚安，青蛙晚安。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面包晚安。好，回过。安妮晚安，晚安妮。如果等一下你还在的话，没有在忙的话，我来通话一下。你在 DC 推的游戏我有兴趣吗？我看一下啊，等一下啊。哎，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DC 推的游戏，推什么？你现在哪里呀？你现在哪里？宝可梦没有啊。然后你现在哪？哦，游戏推坑区啊。什么游戏？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看看哦。哦，像暗黑的游戏是不是？哎，不行啦，太多游戏了啦，有兴趣也不能玩啊。这个等那个吧。你知道，我之前玩了一大堆类暗黑的游戏，然后也都是那种封测或试玩还不错，就正式上市的时候，从那个，大多好评变成褒贬不一，然后又变成那个大多负评。因为我那时候前前后后买起来已经有超过四款吧，啊，现在没再玩了，就是因为，其实玩起来也是怪怪的啦，就是。不好说。好，就这样啦，感谢各位，看一下还不错。可是我现在在萨尔达的世界啊，我们在拯救世界，对吧？就是先看人家玩吧，实况组就是要拿来踩雷的。好啦，感谢大家，大家晚安。不要再摇头，反省你在摇什么头？为什么要摇头？侦测不到，摇头。好啦，大家拜拜。安妮说拜拜。拜拜。拜拜。哼，鸭米怕。拍扁会变拍咪呀，所以要叫什么？你叫鸭咪，还叫咪呀？你叫咪呀还是拍咪呀？啊，咪呀，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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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晚安喽。
我要去洗碗了。蒂恩晚安，你还两边打哦，天哪，你 YT 退局都打哦，晚安喽，晚安喽，晚安喽。看看有谁晚上开台，我们今天带过去好了。苏酸定，哎，干，幽离子在开台，我竟然错过了。哎，错过正常了。来，我们丢去幽离台吧。结果丢去棒子台如何？我们回转棒子台。怎么办？没想法，还是原地解散。好，原地解散，散。我赶快洗碗了。那原地解散啦，感谢各位，拜拜拜拜拜拜。我要手机赶快充电了，哈哈。嗯，怪怪的。